大家好，昨天听花友说 Kohl's Woolworths 上新花了，今天赶紧来看一下。我去的呢就是 Chatswood 的大 Kohl's 里面的小花确实是不少。我拍了几个，那有这种粉色的，还有一种紫色的，还有是白花。昨天那个花友呢还买到了粉红女孩带香味儿的，那我这颗呢不是带香味儿的。有一点点的遗憾吧，但是这个花色我还是非常喜欢的，是这种带着小斑点的小粉花，非常美。这个小花只需要15块钱，还是很值的。隔了几十米呢，就是一家花店，这家花店的花卖得太贵了，价钱真的很吓人，几个三四盆组盆的呢，就要卖到一两百。所以大家呢，尽量不要在这种花店买花，可以在Kohl's 或者 Bunnings 买花，然后自己组盆。母亲节快到了，在 Kohl's 买几颗这种小花，再买一个漂亮的花盆，自己组个盆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母亲节礼物。今早去了 Bunnings，很幸运看到了这颗三寸蝴蝶兰，果断下手买下，只需要25块钱。三寸的我还没有。平常也不经常看到，所以呢，看见就买下来了。根系很一般，但是呢，只剩下这一盆了，没得挑了，只能买它。今天还买了一颗粉色的三角梅，这颗粉色的三角梅呢，一直是我想拥有的，终于今天被我碰到了。还买了一颗绿植，大叶子的，有明脉的绿植，这是我的第一颗绿植，希望能养好它。今天呢，又是快乐的一天，收获好几棵新植物。